亲爱的爸爸妈妈，你的孩子会说不公平吗？当他们说不公平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回答他们呢？这里有李叔的回答方式，也许你可以参考一下。当孩子说不公平的时候，当爸妈的也许可以这样说：哇哦，真好，你把它说出来了，我喜欢你说出自己心里的话，孩子，我听见咯，你觉得不公平，你真的是这样想的，我了解了，我很高兴你为这件事做了努力，我很高兴你相信并告诉我，我也想要给你公平的感觉，让我们要一起来想办法，让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吧，我们可以找到相亲相爱并带来公平感觉的做法，你觉得公平，他觉得公平，而我也觉得公平。